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自电影《第六感：生死恋》的同名音乐剧在周五晚上举办星光首映会，除了吸引大批乐迷和影迷之外，还有许多艺人也前来朝圣，让台上台下都精彩。那我希望说，在国家剧院这么好的场所，然后能够可以看一些舞台剧，然后真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跟电影不一样嘛。虽然没看过电影版，但创作鬼才萧红人对于经典歌曲的旋律也能随口哼个两句。Oh my love， 我没唱错吧？那就到这边就好了。郭彦甫则是带着老婆来观赏，两人还现场上演剧中拉胚桥段，恩爱模样可是羡煞不少人。他是双鱼座，他是很浪漫很浪漫的。那我是说，那你一定要来看一下90年代最浪漫、最轰动全世界的电影，这样。除了明星艺人外，知名电台主持人也出现在观众群之中，对演出赞不绝口。他们整个舞台就是在虚实之间，就是包括用数位影像，还有实际的这个舞台道具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结合音乐、舞蹈和魔幻效果的全本音乐剧《第六感：生死恋》首度来台演出，话题不断，而这波浪漫风潮也将持续蔓延。记者胡志新、谢耀珍采访报道。